在我们到了晚饭时间，我们找了半天，结果最后决定吃酒店的自助餐，看看酒店的自助餐有些什么。我怎么走的？这么走的？可以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。这边应该是日本寿司类，日本寿司类的。这边有这个巨大无比的鱼，这个巨大无比的鱼。然后再看看还有些什么。这边有披萨，这边有披萨，然后有些沙拉，有些沙拉。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想吃的。这边有蛋糕，各种各样的蛋糕。这边有些热菜，这边有些热菜。反正就大概就这些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些现做的，这边有些现做的，啊，大概就这些。然后待会儿晚上可能会去做 SPA。 哎，我看到了一样我可能还比较喜欢吃的，这个，我就打算吃这个。好，晚上可能去做 SPA， 先这样，拜拜。我现在要离开 Cloud Nine 了，那个就是 Cloud Nine。然后呢，准备去浮潜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摄影老师，嘿，很帅。嗨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看我穿的潜水衣，然后准备要去浮潜了。哈哈，也很好玩。今天一天非常充实，我连防晒都还没有擦匀，我再给你们录。我是不是很敬业？哈哈，好，继续擦防晒了。好了，我觉得非常舒适。我现在已经是第一次浮潜上来了。浪特别大，知道吗？浪特别大。然后我现在休息一下，准备再去第二次，也挺好玩的。然后里边有一些鱼啊、珊瑚啊什么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现在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待会儿再进去。没关系。好，好起来。OK， 哈尼，等一下，没关系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你开机了没有？好，准备。哦 ，S， 准备开机了啊。好。好了没？好。好 ，S。
好玩，你们都可以跳，你都可以跳。哇，今天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拍摄任务，然后呢，刚才在这个弗朗奈的二楼，从二楼跳到海里边去了，真正完成了一次跳海的任务。哇，我本来以为会很轻松，结果站上去之后发现，哇，好高啊，立马秒怂，那真的是有点怂。那再让大家看一看斐济的海。有运进运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反正今天这一天还是非常愉快的，就这么结束了。那看看吧，今天如果还有内容的话，晚上吃饭什么的还有内容再给大家拍，没有的话那今天就这样啊，拜拜。我这个鸡腿